你知道手机被植入病毒软件能有多么可怕吗？你的每一个举动，每一次的手机屏幕滑动，都会被人清楚看到。在这个手机不离身的时代，手机里有病毒软件，就相当于你失去了隐私权。而我们今天电影中的女主就遇到了这种事。眼前这个女孩名叫小雅，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私企工作。小雅从大学时期便养成一个习惯，每天都会用手机记录自己的生活，并发到社交账号上。这天，小雅工作到很晚，坐公交车回家，在车上睡了过去。下车时因为没睡醒，不小心把手机丢了，转眼手机就被一个神秘男人捡走。至此，小雅开始了自己的厄运。这个男人十分奇怪，明明人在韩国，发朋友圈时却将定位改成泰国。不仅如此，捡到小雅手机的他并没有第一时间跟小雅联系，反而是利用 AI 语音技术合成几段话。等小雅察觉到手机丢失来电寻找时，男人则将语音放出来与其沟通，套出了对方姓名。之后两人约好在小雅父亲的咖啡店碰面。挂断电话，男人利用小雅的名字找到她的社交账号，了解她的生活，并尝试性解锁手机屏幕。可惜一连几个密码下来都没有解开。为了能够打开手机，男人直接将屏幕磕碎，跟着打电话给小雅，告知对方这个消息，让其去某维修店拿手机。男人名叫俊英，是一个连环变态杀人魔。在小雅之前，他已经杀了八人，而俊英的杀人方式比较独特。当他选定目标以后，会通过一切手段搞到对方手机，给其植入病毒软件，窥视了解他的一切生活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俊英便会利用这些主动接近女孩，然后一步步取得对方信任，带入自己所设立的死亡陷阱里。另一边，对此还浑然不知的小雅按照电话里的地址来到这家修理店，发现自己手机就被放在吧台上。这时头戴鸭舌帽且戴着口罩的店家出现，要求小雅填写一份维修清单，上面除了基本信息以外还有解锁密码。小雅虽然略有迟疑，但最终还是填写了上去。随后店家拿走手机跟清单，一顿操纵下把手机屏幕换好，可他并没有第一时间归还小雅，而是解开屏幕往手机里植入了病毒软件。有了这个软件，小雅在手机上的任何操纵都会在另一台手机上显示出来，并且还能利用这台手机对小雅进行实时控制。原来这个店家不是别人，正是我们的俊英。一切处理妥当，俊英才将手机归还小雅。病毒植入完成，小雅至此成为俊英的第九个目标。与此同时，当地警察在一处山头发现七具女性尸体，警察老白奉命调查此案。通过现场凶手遗留的痕迹以及线索来看，是个年轻人犯案。老白随即展开侦查，可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，种种证据表明，凶手似乎是在他离家出走七年之久的儿子俊英。整了半天，老白是俊英的父亲。下面简单说明一下情况。俊英跟父亲关系不和，七年前选择离家出走，前往大城市定居，一连七年都没有回过一趟家。不过俊英每年都会用别人的银行卡给母亲转生活费，之所以用别人卡，就是防止被父亲找到自己。老白安排手下警员利用一切手段调查俊英位置，他要找儿子问个明白。俊英通过窥视小雅手机得知一些信息，小雅喜欢拍照，在一家销售魔芋的公司上班，喜欢喝稀有汽水，身边有几个朋友，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，父亲的店开在哪里，每天小雅几点会去帮忙，俊英都了解得一清二楚，并拿笔记录下来。等到时机成熟，俊英开始行动。他刻意打扮成小雅喜欢的男生模样，来到咖啡店点上一杯稀有汽水。果然俊英的出现使得小雅内心小鹿开始乱撞。晚上睡觉时跟闺蜜聊天，说起了俊英，对方让她主动出击将其拿下，摆脱单身。此时的小雅丝毫没有感觉到危险降临。第二天，俊英趁小雅上班来到她家，到处翻看，乱动她的私人物品，通过家中情况进一步了解小雅的生活。当天晚上，俊英回家准备制定下一步计划，没曾想老白居然出现在家里，并且还找到自己的犯罪证据，比如之前的受害者手机跟照片，以及自己接下来的目标小雅。原来老白通过警察系统找到了俊英现在的居住地，看到证据的那一刻，老白整个人都是懵的。就在这时，老白突然收到儿子短信，内容是一张他此刻的照片。老白意识到俊英在外面，随即出门寻找，短信还在接连不断发来。最后老白通过拍摄角度发现俊英在周围天台上，急忙飞奔上楼，可惜现场只有一部被远程控制的手机。老白瞬间意识到这是儿子的调虎离山计，急忙跑回俊英家。果然等他再回来的时候，家中一切罪证被洗劫一空，带不走的则被全部销毁。离开家的俊英提着行李来到小雅父亲的咖啡店，点了一杯稀有汽水，然后找位置坐下。
通过二手网站联系今天的卖家，购买对方手中的音乐光盘。而这个卖家是小雅，当然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俊英接近小雅的一种手段。两人在闲聊之下互留了联系方式。此刻小雅父亲大壮察觉到不对劲，出于男人的直觉，大壮感觉俊英有些问题，他似乎是在故意接近小雅。送女儿回出租屋的路上，大壮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出来，小雅却认为父亲是在监管自己，两人为此闹得不欢而散。回到家，小雅刚躺下，闺蜜善美就突然拿着行李出现，声称是接到小雅短信，要自己来陪她住两天。小雅先是一愣，她没有说过这话，刚要询问具体情况，善美便张口说道，自己跟母亲吵架，想要搬出来，正愁没有地方去，小雅的收留短信就来了。听到这里，小雅又把到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，就在两人说话过程中，自己的手机被俊英远程解锁，给父亲发去道歉短信。在取得原谅之后，俊英想办法将病毒软件植入大壮手机里。随后，大壮拿手机观看女儿小时候跟自己的视频，看着看着，一条快递短信发来，有一个包裹送到了他家门口。大壮有些诧异，他没记得买过快递。大壮怀着好奇心出门查看，结果正中俊英圈套，他从背后出现，把可能坏自己事的大壮敲晕绑了起来。另一边，小雅一觉醒来出了大事，昨晚上有人控制自己手机往工作群里发了一些对公司不利的言论，小雅跑去公司想要解释，结果被老板当场辞退赶了出来。看着不是自己发送的消息，小雅察觉到手机有问题，立即带着善美跑去警察局报警。然而像这一类事件，警察只有看到证据以后才会受理立案。就在这时，小雅想起上次她跟俊英闲聊时，对方自称是科技公司的员工，于是小雅拜托俊英帮忙看看，找一下证据。两人约在一处咖啡店见面，俊英拿出电脑插上手机，装模作样看了看，表示手机中了病毒，但马上他又面色沉重地把小雅单独叫了出去，表示像这种病毒只有最亲近的人才能办到。俊英话里话外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在不断引导小雅，病毒可能是善美搞的鬼。果然，小雅受到对方蛊惑，当面质问善美病毒是不是他搞的鬼。善美被冤枉很生气，再加上小雅语气不善，更让善美上火，一气之下善美承认是自己做的，两人就此决裂。其实仔细想一想，从开始到现在，随着善美一走，小雅身边好像没有朋友了，而俊英想要的就是这个。趁着小雅孤立无助之时，趁虚而入，取得对方信任以后，再将其神不知鬼不觉的杀害。之前死去的受害者采取的都是这种方式。当天晚上，小雅回到住所，望着手机里的闺蜜视频，流下了眼泪。另一边，老白通过调查俊英的身份信息，发现他开了一家手机修理店，随即赶赴修理店查看，这里却早已人去楼空，只剩下8张维修清单。老白从中翻找，居然找到7位受害者的清单，而最后那张正是小雅的，一切基本明了了起来，正是俊英杀人，并且小雅是俊英接下来的目标。同时建议把此事发到网上，寻找这个小雅，提醒她有危险，但这样做的后果将导致俊英消失躲藏起来。最终老白没有采纳同事建议，决定自己寻找俊英。但就在这时，两名警察带着小雅出现，原来就在刚刚，小雅看完视频，一气之下把手机扔出去，屏幕当场碎裂。望着破碎的手机，小雅想起了那家奇怪的手机修理店，所以选择报警，带着警察上门调查。她怀疑手机是被店家安装了病毒软件。随后双方简单说明情况，互通完已知信息以后，小雅意识到这一切都是俊英搞的鬼。她先是打电话到科技公司求证，得知对方公司里根本没有俊英这个人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小雅决定帮助老白抓住俊英。当天夜里，小雅给俊英发去短信，邀约对方来家里帮她看看电脑，好像电脑里也有病毒。俊英不疑有他，简单收拾一下便出门前往。此刻老白跟同事就埋伏在小雅家附近，静等俊英的出现。不久，俊英开车来到小雅家楼下，俊英接到小雅短信，对方让他到楼下后打电话。俊英没有怀疑，拨通了对方电话，小雅迟迟没有接听，让俊英察觉到不对劲。他透过手机屏幕的反射发现了身后步步靠近的老白，俊英放下手机想要快步离开，却被老白一声呵斥拦下。紧跟着，同事从前方出现，两人一前一后将俊英堵住，迫使他不得不回头。然而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老白看到男人正面，却发现他不是自己的儿子。老白表示认错了人，随后他便放他离开，继续上车等待。小雅从楼上探出头查看，俊英刚好离开，没有认出对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防止大家看不懂，简单说一下，有细心的小伙伴能够发现，我说俊英此前一共是杀了8个人，而老白只在山上挖出来7具，这说明还有一个人没有找到，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真正的俊英。他是假俊英的第一个受害者，从那之后，假俊英便借用俊英的身份生活下来，完成了之后的一系列犯罪。这一夜，老白等到很晚，目标都没有出现。在此期间，假俊英给小雅发消息，声称临时有事，下周再去帮他看。
就这样，老白准备离开，可他有点不放心小雅，于是开车将其送到大壮家。临走前，他把一张名片留给小雅，有事打电话联系。然而老白并不知道，此刻贾俊英就蛰伏在大壮家里。小雅刚回家就被贾俊英抓住绑了起来。另一边，老白开车没走多远，突然接到同事电话，对方声称在山头的另一角挖出了俊英的尸体。几乎是一瞬间，老白想明白了，凶手一直在进入儿子的身份生活，也许昨晚遇到的男人就是凶手。这时老白收到小雅发来的平安短信，瞬间意识到不对劲，开车折返回去。原来老白跟小雅分开时再三嘱咐要打电话联系，不要发短信。很显然，此时的老白已经察觉到小雅出事了。与此同时，贾俊英在控制住小雅以后开始了自己的罪恶行径。他把大壮绑进浴池，开始往里灌水，小雅在旁边看着却是无能为力，只能苦苦哀求贾俊英放过父亲。看到小雅的表现，贾俊英杀心大起，将她也扔进了浴缸中，准备把父女俩一起淹死。关键时刻，老白等人赶来将贾俊英制服，老白对着贾俊英一顿疯狂输出，同事则赶去救人。小雅还活着，大壮却因溺水时间过长陷入昏迷状态。小雅见此情况，怒火涌上心头，艰难爬起身朝贾俊英走去。而此刻贾俊英自知事情败露，也是坦然认罪，准备接受法律的审判。老白望着儿子的遗物，一时难以控制自己，拔枪对准了贾俊英。后者笃定他身为警察不会开枪，可他没想到后来出现的小雅直接上前握住手枪，送贾俊英归了西。影片最后，大壮被同事抢救回来。按理说电影到这里，贾俊英身份应该揭晓一下，但导演并没有，只用一句话一带而过：他是一个未登记出生的人，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以及经历了什么，会变成变态杀人犯。而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片名虽然只是弄丢了手机，一部最新上映的韩国悬疑惊悚电影，由韩剧《他人即地狱》的男主任时完主演。首先点评一下，他的表演在该剧中依旧十分出色，将变态杀手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，看的人不寒而栗。其次，该剧的题材算是十分新颖，与现代社会的人们生活息息相关，从丢失手机到引发的一系列问题，剧情方面也十分紧凑，毫不拖拉。反正这部电影看完令我不自觉地握紧了手中手机，希望大家也能在现实生活看管好手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有喜欢本人解说的麻烦留下个关注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